传文件、安排预约地点，并且支付相关的费用。根据南加高校联盟报道，2021年第八届的南加高校联盟松竹梅奖学金暨成长教育论坛日前正式拉开帷幕，并且将在8月29号举行线下论坛暨颁奖典礼。本次的奖学金是由文美教育集团冠名赞助，作为南加州地区最富影响力、覆盖范围1到12年级、历史悠久的奖学金项目之一。松竹梅奖学金从即日开始起接受申请，期待优秀的华人学子踊跃申请。松竹梅奖学金最初是由清华大学南加州校友会、北京大学南加州校友会、交通大学南加州校友会共同发起，目的是在鼓励南加州各地高校校友的子女更多参加美国的社会活动，提升华裔在美国社会的地位和影响力。松竹梅奖学金自从2011年正式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七届，先后一共有数百名优秀的中小学生拟获奖。在了解完一组快讯之后，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房产资讯，麻烦导播。大家好，我是超越贷款的 Vivian Chen。